我们的告别信是，就也相当于是写给自己，然后也是那个，为什么是我那月份写的是九月份呢？分别的月份一般不是九月，毕业季的话一般来说不是九月，但一般九月你是会面对新的生活的时候，你才会去想，分别已经过了，怀念过去，对，就已经真的分别了，嗯。我们分享彼此的心愿，其实未知的明天再见，可爱纯真的容颜，你永远都是嘴角上扬的少年，知道吗？能改变世界，我们相拥告别，纷纷散纷纷散落荒野，